哑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桃子摘下了吗？摘下了，哎，都吃到后头。好，我们的桃子从地里边拉回来啦。哑巴呀！哎呀，今天这个桃子美得很嘛。这是个精品果呀。这啥？啊呀，你咋把这个好果子弄来了？天气的有空。嗯。呀，跟现在赔偿多的都看上家这个果园。嗯。咱最后我的小子家人，给家过你给给舍舍，是这最后把这个果园弄来的。还是你俩厉害啊！最后弄好活的。啊，对着，我。啊。嗯。越看越爱人。朋友们，今年已经是我们在网上卖家乡猕猴桃第五个年头了。这两天通过我和朱哥的努力，已经成功的把我家的桃子全部卖完了。今天呢，我爸和朱哥搞了一片精品果园，质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好。看一下，每个果子都是标准的瓜子脸，这样无论是咱们自己吃还是送人，体验感都非常的棒。朱哥，你辛苦了。明天要比四川这样贵二毛钱呢。跟你想肯定，跟你想肯定是高价收的嘛，为啥要说嘛？好货就是好货的价嘛，对不对？好货配好价。好着好着，只要货好就行。你像这个果子，好就是确实好，但是量不大，也不多。啊啊，再接下。那摘完了吗？没有，再接下摘的一部分。啊。免了后再摘上一部分。哦，那明天一摘就完了。哦，一摘就完了。哎呦。没事，摘完再搞新好货。嗯。每天我们的果子都是现摘现发的，比如说昨天卖了多少单，今天我们就去地里边摘多少的货。大家刚刚也听到了，这片园子我们没有摘完，然后明天咱们接着摘。猕猴桃现在已经卸完了，老规矩，先把果子进行一个初次分拣，把那些坏果、烂果、发不了货的挑出来，然后再把大、中、小、特大进行一个分级。小袁，今天在这个地里面摘的果子有一个软的，我专门给你拿回来，你尝一尝。我当时在果园里面尝，呀，真的特别的甜，你赶紧尝一下吧。哎呀，有你说这么夸张没有？你放心，你赶紧吃。你知道呀，咱说这个地，人家枝繁叶茂的，人家肥上的足的很。哦，吃桃子你得看人，而不是说是看其他的啥一个。行，尝一下，我刚把这个剥开的，这汁水流了我一手。你给我尝甜不甜？嗯，是不是？嗯，甜甜，好吃，真好吃，看，水分足很。跟你都说的。嗯。过不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说是能行人种能行桃，对吧？一行行，行行行。对，一行不行，行行不行。